今天呢，我们塘溪镇啊，在我们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心的一个活动啊，主要呢是给我们这些留在我们塘溪镇本地过年的啊，包括这些网约车司机啊、外卖小哥，那么让他们在我们塘溪镇呢，能够体验我们本地的民俗，感受到我们本地人啊对他们的一些关爱啊，让他们在这里也能过一个很好的年。我叫葛正正，来自安徽淮北，今年不回去过年了，在这边过年。好几十个骑手不回家了，然后我们在一块过个年，看他们这边的一些特色，像一些手工，还有一些就是写字，还有一些就是吃的，一种非常新奇的这种感觉啊，也是在这边体会到这边的热情，还有一些就是为我们骑手专门准备的一些就是什么年夜饭之类的，然后让我们也去，我感觉在这边外面过年和在家里过年一样，都非常的温暖。